在这边呢，我们要讨论 Form 5 Chapter 2 Matrix 的那个 SPM 的 Paper 1的 Passage。 OK， so 我们在这一边呢，首先来做这三题。它这一个是这样，所以我这一个呢，它就变成5减减4变成加4加3，然后120乘6就会变成了3，这整个合起来它会变成34。然后接着是8减3加8， OK， 所以我在这一边是12，然后8加8 16 13 12 13 129、在这边是8减3加8，8加4，这个是加4， OK， 这个是4，所以就12，这个是9，12 9这样，所以它的答案是12 9。然后接着它给我这一个，我们就横下，所以它是3乘 x 减 x 等于18， 2x 等于18，所有的 x 等于18除2等于9，所以它答案 x 等于9。然后横下，横下，所以我的这个5乘减2加1乘4，然后3乘减2加4乘4，所以它是减10加4减6，减6加16 10减6 10。好，所以它答案是 A。 好，来，在这一边它这一个是5加6，这一个它乘出来的时候呢，它其实是326 326 300 339， 5加6减减3加3，然后7加6减减加加2，然后2加0减1，然后它就1减9加减9减5，所以它这一个呢是14 15 1减13，然后就是这个。然后下一题它这一边就横下，所以我就有3412P，所以它其实是这样的，34P 加 2P 等于7， 3412P 加 2P 等于7， 14P 等于 7， P 等于7除14等于120，所以我的 P 等于120C。 在这一边它这个乘横下，所以它这个是3乘5加4乘减2减1乘5加2乘减2，上15减8那7哦，减5减4还变成减9，所以是7减9，就是这样。然后在这边 find the value of m， OK， 所以我在这边7减 2m 等于1，7减 2m 等于1，7减1等于 2m， 6等于 2m，6和2等于 m， 所以我的 m 等于3。好，接着在这一题的时候呢，它这一个它就变成了6减1减3，3乘减1，这个是减3 9 和6，减5减4加9，2减减加加7加6，所以它这一个呢就会变成了6减4，它就变成2，然后9减9 0，然后15。好，就是这样， OK。 然后接着在这一边的时候，这一个我们就横下横下横下，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，它就变成2乘1加3乘减4，然
然后减三乘一加零乘减四，四乘一加一乘减四，所以我的这一个就会变成了二减十二减十，减三，四减四零，这样，好，就是这样。好，来，在这一边，它这一个呢，它就会变成了那一个四减三二六，然后减七减三，二减减加九，六减零，所以它这一个会变成减二减十，十一六，减二减十，十一六，对，然后。再来这一题我就横下，所以我就 2W 乘3加4乘减2等于16， 6W 减6等于16， 6W 等于16加6， 6W 428减8，这不是6来，这是减8， OK， 减8加8 24，所以我的 W 等于24除 6， 6 4 24， 所以它的答案是4。好，接着这个326减1减12减3，其实你要偷工减料的话呢，你在这边5减15，然后它答案就是 C， 但是我们不要做这样的事情啦。9减减加，然后3减二，然后十二减二，减九减三，十三一十减十二，对。然后接着这一题 ，find the value of x 跟 y， 我 x 减减，所以 x 减三乘减一等于二 ，x 加三等于二 ，x 等于二减三。x 等于减一，然后二减十二等于 y， 然后 y 等于减十，好，就是这样。好，在这边我就有二减三，二减三减二，然后一减减加减一，所以我这一个它就会变成了减三四。所以它答案是，哎，我这边有做错了吗？一加四减一，那就变成四减三四 D， 对。好，然后横下下 ，OK， 我就有，你在心里想啊，这一个它的 dimension 呢是一乘三。这个的 dimension 是三乘一，所以我在这边一乘三，然后这个是三乘一，这两边，这个是三乘二，它 dimension 三这边一样，所以它出来的是一乘二 ，OK， 所以它答案是一乘二，所以它这一个呢就会变成五，好，一乘五。加减一乘减二，加零乘三，一乘一，加减一乘零，加零乘四。所以我在这边，我这个就五加二加零，一减零加零，所以它是七一。所以答案是 B。 好，接着在这一边还要我们找 M 的 value， 你有4加 12N 等于1， 4加 12N 等于1，所以我的 12N 等于1减4等于减3，然后我的 N 呢就会变成减3乘2等于减6。当然这一个它还有另一种方法，就是我在这边乘2乘2乘 2， OK， 然后我这边越，所以它就变成8
加 n 等于 2，n 等于2减8等于减6，这样也是可以。然后这一个我们就横下横下横下下横下下，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，它是224加4减6加8零减二，零减四，所以它这一个呢就会变成了八减二，二减四。好，所以它答案是 A。好，在这一边我们横下，我就有八 x 减八等于40。我的这个 8x 减8是怎样来的呢？它是8乘 x 加2乘减4等于40，所以的 8x 等于40加8等于48，所以的 x 会是等于48除8等于6，所以它的答案是 C。 然后横下下，所以它在这一边2乘00加5零加一，所以它这一个是五一，哎，在这一边哦，没有啊，它这个是二乘八，它这一边是二乘减八，二乘减四，它就变成减八加一，所以它就变成减七。OK， 好，我们的这一个的 dimension 呢是一乘二。这个的 dimension 呢是2乘2，所以它这两个一样，所以它出来的会是等于1乘2 1,2。 OK， 好，在这一边呢，我如果你没有办法像我心算这样的话，你其实可以这样啊，2乘0加103然后乘15，我拿到是5。然后我的2乘减4加103乘3，我拿到是减7，所以它是5减7，就是这样来。好，接着在这一题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可以做这样的事情，7加4减5加2，6加8减2加7，7加4 11，不用了，这个是直接8了，4加2 6减5 1 7加1 8，6 15 19， OK， 89一样哦。好，在这一边我就有1加7减3加4，4加6减9加9， OK， 这一边就9，这一边是10， OK， 好，就是这样。然后接着在这一边他要我们找 m 跟 m 的 value， 我就有3乘 m减102乘减4等于5，3 OK， 我就有 3M 减102乘减4等于5， 3M 加2等于5， 3M 等于5减2， 3M 等于 3， M 等于1。 N 在这一边，所以我拿这一边这个位置，所以我就有3乘2减102n 等于 n， 然后我在这边乘2乘2乘2，我就有12减 n 等于 2n， 所以我在这一边我的这一个就12等于 2n 加 n，3n 等于12，我的 n 等于12除3，我的 n 等于4，所
所以我的 m 等于 1，n 等于4，这个就是我的答案了。对，好，好，来，接着我们看2015了，气减 e 等于 2n， 气减 e 等于 2n， 6等于 2n， 6除2等于 n，n 等于3，所以它答案是 A。然后接着在这边我要的是 M， 我把这个搬过来，这个搬过去，所以我就有13605-3 1/2-3-3 等于 2M， 所以我的 2M 等于这一个是13-3 6-6 0减2，然后减5，那个加9，它在这边是13-3 1减3-2减3-6，减三乘减二倍三，来这边你看啊，我的 -3 乘 -2/3，来变成2加2。然后我的这个减三乘减三的时候，它变成加九，就是这样来的。OK， 这一个跟这一个是这样来的。So， 避免你们不知道我的这个加二是怎样来的，这个加二是这样来的。然后我的加二其实是这个减三乘减二倍三。然后我的这一个减三乘减三变成加九的这一个呢，其实是这一个减三乘减三，它变成加九。好，所以我的 2M 等于10024，所以我的 M 呢会是等于2搬过来1/2，10024，所以它会变成5012，所以它是5012 C， 所以它答案是 C。 我要找 Q， 所以我的 Q 会是等于2140-1231，所以它就变成2-1 2+1 1-2 4-3 0-13-1 1-1，好，就是这样。好，在这边阿丽 restaurant 呢，他买了四盒的巧克力的 ice cream， 六盒瓦尼拉的 ice cream， 阿 U 呢七盒的那个巧克力和九盒的瓦尼拉。巧克力每盒30元，瓦尼拉每盒21.6块，然后 total payment 是那个 x 跟 y， 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呢，我就有4×30块，因为巧克力是30块啊。然后在这边他讲巧克力是30块啊，瓦尼拉是21.6 ，OK， 21.6加6×21.6等于 x， 然后这个30。然后21.6，所以7×30+9×21.6等于 y。所以我们写成 matrix form 的话，我就4×7=6×30=21.6。所以4×7=6×9，4×7=6×30=21.6 x y， 所以它答案是 C。就是这样。好，在这边他告诉我 M 是2×2的 matrix， M inverse 是这一个 find the value of PQ。 这一题呢它超复杂的， OK， 这个它真的是很考验你的概念。假设我的 M 呢它是 ABCD 这样的东西，这样我的 M inverse 呢它会变成1/AD-BC
交叉，然后过后呢，我的 D 跟 A 换位置，我 C 变减 C，D 减 B 减 B 这样的东西。所以在这边的时候呢，我的这个我假设它是 M 了，这个是 A 啊，我不要用 M， 避免你混淆。所以我的这个 M 它会是什么东西来的呢？你看我的这个 AD 减 BC 没有，它在这一边我减1跟 P， 减1跟 3， 所以我的 P 其实是3来的，你看减1乘 P 嘛，减1乘 3， OK， 减1乘3，所以它的这一个 P 是3减1乘3， P 是3，这两个就不可以了。然后我的这个减2原本是2，减6原本是6，没有，2乘2原本是2，原本是减6，原本是2原本是减6，原本是2变减2，原本是减6会变成6，所以我的 Q 呢是减 of 减 6，Q 等于 6，OK，Q、okay, 等于 6， 所以 答案是 A，OK，、okay, 然后你就可以想象一下咯，如果我现在我的 M 呢是那个它是减 1,3,2 减6这样的东西，我的 M inverse 呢，它就会变成一百减一乘三减二乘减六，三跟减一换位置，二变减二，减六变六。所以它在这一边的时候，我们的这一个，它的这一种。这个真的是要观察了，这一题真的是所有题目里面有史以来最难的一题 ，paper one 的啦。好，来我们去下一题，在这一边我们有这一个，我就三乘一三，四二八减八加一，上十五减二乘零。减零加三 ，OK， 三加一四，那剩下减四，十八。C， 这个就是我的答案了。OK， 当然你在这一边，你这个也做完了，减九加十二，减减加，减二，十二减四。减八，所以他拿到的是一，啊零，对，这个就是我的答案了。好，接着我们看2019的这一题，他说 inverse matrix of 这个是这个，叫我找 m 加 m， 所以我的二七减三减六的 inverse 呢，它会是一百。二乘减六减减三乘七，然后减六跟二换位置，减三变三，七变减七，所以减十二加十四，减六减七三二，一百二减六减七三二。减三减七百二三百二一，哎，我不用做这个东西出来 ，OK， 它来到这边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比较了。我的这一个二跟 M 可以比较，我的 N 跟三可以比较。当然，你看减七减六减七二都是一样嘛，所以在这边我知道 M 是二。然后我的那个 M 是 2， OK， M 是 2， 然后 N 是 3， 然后 M 是 2， M 是 3， 哎，等一下，我这边有弄错吗？减12 37 21，这边我弄错了。
这个是二十一。这个是九，九，所有的 m 加 m 会是九加三，那是十二，所以它答案是 A。好，在这一边呢，它给我们这个东西，它叫我找 value of x， 所以这个横下等于这个，所以就有三乘一加二乘减 x 等于减 x。所以我就三减二 x 等于减 x， 然后我把这个搬过来，所以我就三等于减 x 加二 x， 所以三等于 x， 所以我拿到的是 x 等于三 d。我可以检查答案，横下等于减十七，所以我就减五乘一加四乘减 x 等于减十七。减五减四 x 等于减十七，我把这个搬过来，然后还有这个搬过去，所以我就减五加十七等于四 x， 十二等于四 x， 所以我的 x 等于十二除四，所以我拿到 x 等于三。对了，来，接着我们再看下一题，这一边我们就横下等于这个乘十六。所以我就五乘二加减二乘三等于一百二 x 乘十六，五二十减六等于八百 x， 一百这个乘下去，那这个就约八百 x， 所以四等于八百 x， 四 x 等于八 ，x 等于八除四等于二。然后另一种方法呢，是我们横下等于减二十，这样 ，OK。所以我在这一边我就有，减七乘二加三乘三等于一百二 x 乘减二十，约约，然后它变成减十。所以我在这一边我就有减十四加九等于减十 over x， 减五等于减十 over x， 减五 x 等于减十 ，x 等于减十 over 减五 ，x 等于二。所以我的答案都一样。好，好，到这边为止呢。这一些就是我所能够收集到的那个 SPM Pass 的考题了。